第二小题问：钠加水产生氢跟氢氧化钠。钠加水产生氢跟氢氧化钠，请你上来写，请你上来写，来，帅哥美女，请你上来写。我们找六号、四号，六号不在，四号、23号、13号，上来，上来，小心不要踢到我的线。把那个我不会擦掉，很很讨厌的。哎，快点！那加水，大家产生氢气跟氢氧化钠，血钠、血水、血氢、血氢氧化钠，然后呢就开始平衡，就开始平衡。帅哥美女，真的不会学这些，我不会了。好，回去小心不要踢到我的线。好了，那边有一个钠加水产生氢跟氢氧化钠的，那边有一个 ，OK。好，来，这个的方程式叫做，那位帅哥写的是美女好了，那个美女写的是对的。第一个就写那个钠。血水、血氢、血氢氧化钠，从两边，从最复杂的设成一跟二，这里应该设一，所以呢，氢氧化钠最复杂设成一，从两边都出现一次的做起，氢不能用，左边有一个 H2O 只有一次氢，右边有两个 H2 还有一个 NaOH， 所以氢不能用，钠可以用，氧可以用，碳钠。的话就是左边有，对不起，右边有一个钠，所以左边有一个钠，氧就是右边有一个氧，左边有一个氧，所以我就写一个钠一个钠。那这个钠的旁边没东西，就停工了，没有了，再回去，氧可以看氧，右边有一个氧，所以左边有一个氧，这怎么办？那就说前面写一，好，一完之后就要看氢。氢出现两次，本来不能直接看，但现在我只剩下氢没有看，就看氢。左边固定好了，就是两个氢，所以右边也要两个氢。右边有一个固定了 ，NaOH 一个固定了，所以左边固定两个，右边固定好一个，还剩几个？一个，所以那个 H2 要变成一个 ，H2 怎么变成一个？二分之一。二分之一结束，平衡好，左边等于右边。可是我们说话怎么办？最简单，整数比，所以全部都要乘以二，全部乘以二，然后一省略不写，答案就这样。这就是我们的答案，就是我们答案。这就是练习04的第二小题，练习04的第二小题 ，OK 吗？OK。